医生这次要是用的声音是青蛙的声音，呱呱呱呱呱呱呱。OK。好，三分钟计时开始。弟弟，雨刮器，雨刮器，雨刮器，躺躺下，那么躺，你躺前面。轩逸，好心，好期待吧，是不是？三个字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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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。好像。哇，这个超像。呱呱呱呱！雨刷器，回答正确。下一题，呱呱呱呱呱。双开门冰箱，双开门冰箱，双开门冰箱。你俩冰箱，你俩冰箱，你俩冰箱，你俩合着合着的，合着先合。不不不是不是这样，这样这样好。放手，上呱，五个字，呱呱呱呱呱，五个字。哇，演的好好啊！开冰箱。开冰箱喝水，什么冰箱？冰箱是对的，五个字。什么冰箱？呱呱呱呱。双开门。嗯。双开门。谁在说？哎，静可，静可。我怎么还在提示、啊？你别太投入了。哦哦、双开门冰箱。回答正确。谢谢，谢谢。是这不是答案吗？对啊，双开门。哎呀，我有点想误导他的。这不是内奸吗？淘汰他。对，孙谦，等一下就赶走他。呱呱，两个字。呱呱。一下想不出那个词儿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特别能够理解他。别急，等他转一圈，等他转一圈。举的是秋千，举，杠铃。好，回答正确，下一题。啊！保龄球，保龄球，哎，保龄球，你打，你打，我滚，你转。哎，哇！好像啊，我断了，断了，保啊保龄球，回答正确。我真的会笑撅过去，这个礼貌吗？两位老师还。我期待这个，我期待这个。这个跟那个一样。Yeah, 好棒啊！什么什么？快说！三个字。打篮球。最主要看老秦，看老秦。对。哦。那个。一。时间到，来辛苦了，来掌声给，谢谢。我一身汗。哇！就老秦的那个投篮机，还甚至到了第二关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，到移动的了。而且重点是，为什么魏老师一直在演球啊？保龄球、篮球。哎，这个手势我真的是会笑了。保龄球这个手势抠，两个手指抠进他的鼻孔。非常好。